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 Tambourine 这一季的歌曲，有一首非常困难的歌，每次上课的时候，很多家长跟小朋友都很头痛，一首歌，老师也很头痛，叫做 Hippity。哇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念谣就突然想到？对，每次上课唱到这首的时候，大家的拍子都打得乱七八糟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介绍你可以在家怎么玩，然后也让你们更熟悉这首特别的拍子。好，这首歌呢是九八拍，它是一个不平均的拍子，因为前面是一二一二一二，可是后面多了一个一二三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掰卡掰卡这样子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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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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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好，是一个我们比较少接触、比较特别的拍子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你在家里的时候呢，小朋友都会有一些玩偶、小玩具，你就可以选三样不同的动物啦，或是不同的物品，然后跟小朋友在家玩哦。比如说袋鼠、乌龟、绵羊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咯，预备起。袋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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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乌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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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绵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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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袋鼠跳，乌龟跳，绵羊跳。哇，有没有很难念耶、yeah! 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再慢一点点哦，试看看哦，预备起。袋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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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乌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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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绵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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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袋鼠跳，乌龟跳，绵羊跳。耶、yeah! ！好，除了小动物之外呢，也许我们也可以换不一样的颜色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，也可以这样子分三种不一样的颜色跟小朋友在家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哦，一、二。行，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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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黄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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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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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红色跳黄色跳蓝色跳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再来，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小游戏，叫做鸡蛋鸡蛋破鸡蛋，啪，被点到的人鸡蛋就要破掉了。好，我们跟 Ariel 老师一起来玩玩看哦。预备，行！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破鸡蛋，破鸡蛋，破鸡蛋。耶！再一次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破鸡蛋，破鸡蛋，破鸡蛋。小方法可以让你跟小朋友在家里有不一样的玩法，也对这首歌可以有比较多的认识，然后也可以更加的熟悉哦。拜拜。